学校笼统的期待就是这个必须要是一间好学校。这好怎么定义呢？我们在择校的时候，我们要考虑几个问题。孩子的性格， QA 是唯一一个没有学区的学校，因为 QA 所有学生都不经过选拔考试。历史悠久有名的好学校都是单行本学校。哎，大家都很聪明，准备奖品了，就准备了。来给大家来讲一下大家会在国考碰到的问题，就比如说是考 QA， 大家在准备考试的时候千万不要拘泥于我到底是为了哪个考试，而是全面的去准备。包括我们教育理念就是说，我们会让好的孩子更好。你要给孩子机会，你只有给他们机会，他们才有可能还给你机会。